哎呦，碰到个我的朋友啊，是个冰灵。好，躲掉！哎呦喂，倒霉啊！哎，终于可以连了。升级连招。哎呦，哎呦，有点倒霉啊。还好我摇冰速度摇得够快。OK。好的，这一盘还是刚刚的那个冰灵。那你还不死啊？好，这一次的话是个贤者开 buff。哎，好人品。哎，神技大招。哦，哎，神躲打仙者就是要注意一个那个五十大啊，打圣骑士啊，注意一下那个五十大，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好，这一次我估计是个剑神吧。啊，是游侠，还差风行。
分型只要注意一个 EX， 什么都好办。一套。哎，就知道。这里要讲一下他的剑雨好了啊。哎嘿嘿，小鹰击跟我迷幻行星比嫩的啊。打这个风要注意一下他这个鹰击，能算就算，不能算就尽量猥琐点等他用掉，好吧。好的，还是那位冰灵，这是我前面说的我的朋友。好，先躲一个闪风，没事，接不上。一风舞，直接螺旋丸劈射，哎呦，差一点点，哎，倒霉啊！痛痛痛痛痛！不要结冰啊，结冰就毁了。好，缓一缓，缓一缓。好，天助我也，结束了。又是那位冰灵小伙啊！这里还要再讲一下，就是打冰灵这个闪风一定要多好，特别是一开闪，哎，哎呦，这么远！不管了，爆发先开出来。哎，这小冰球真的啊！神射手！干什么？以为我断不掉他？站在那边跟我卖萌，我靠！